张家良，真正是你呢？我哪会直接跟你讲我的心事？我明仔在你的面头前才会两只，还阁想做天公伯也要跟你撒在我的面头前。刚讲注定，我就是无得甲天公伯阿搭，我得甲柯淑君斗到。 刚刚注定我就是注定爱失去天智，我俩成功，只要我接受我的运命，我特别失去我所爱，也毋过从今尾我嘛是爱失去我爱的人，对无？我真正做无做诶。 我现在都无做，我袂安怎？命运是掌握在家己手内，唔想别人控制。你敢会当卖失志啊？敢会当靠志气？那你我袂安怎做？你敢会当教我？ 做家己的主人，你明明应该是女王，你无需要外加这样委屈。对啊，我是安怎要让别人影响到我的生活？我是安怎要让别人影响到我的情绪？我要做我家己。 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袂记啊！惨啊，我竟然介意，啊，真正是酒醉故事。张家良，我感觉头壳会痛，敢会当请你替我倒一杯烧茶？ 虽然身体有发生关系，也毋过并无表示咱已经建立任何特殊的关系，所以你无资格命令我，我嘛无需要对你好。你随便，想要甲你这款人建立关系啊？咱们只是停止治疗的医药证明。你想的开上好，卖嘴讲一套，让我心内我靠靠要电话。 因为我无可能搁搭理任何一段感情，你同款是我迄个无缘的细汉儿啊，我同款是你上讨厌的刘家良，咱的关系永远袂改变。啊，佮你若是要认地，家己敲电话叫伊送过来，也毋过即个room service，你也家己买单，因为房间的钱我已经付啊。